好，我们录另外一段。那这边就是卖这个好可爱，欸，这个车子啦。我想吃这个芭比，帮我拍照。好，帮你拍啊。这可是我觉得这个车子可以进去开，这个车子好可爱啊，这个车子超可爱的。我们等一下进去逛。我们大概就死了吧。什么？车子超大的。那个开，好，帮你拍。那个车子不会开过来，它躲那个。你我看一下，这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等一下哦，我帮你照。你要用人像模式吗？不行，用人像啦。我看一下，我帮你看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照一个比较有张力的。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多多做几个动作。好。老公拍的就跟男朋友拍的一样，都很难用，通常都不太好用。这脚也太夸张了，很长啊！这太夸张，这样看到我本人都一定会想说你怎么也太矮了吧？这样很有张力啊！他跟我拍的跟脚不一样。哎，这好可爱哦！阿佑说刚才这台车如果开来就会被撞到。而且这根本就占一整个马路。阿佑，你进去啊，排队哦，等那个弟弟下来你才可以。我们等一下逛一下这个史努比的商店，看他们会不会乖乖排队，然后学习等待。可以买吗？里面好可爱哦。可以买啊，看你要买，想买就买。好可爱啊！应该不会跟妞妞买角落生物一样吧？就那个价格这样吧。史努比应该没有比角落生物贵啦，角落生物应该比较贵。好可爱，这个车子蛮可爱的，真的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点。司机先生，请等等我。不要，我要上车了。你们在沿海出可以通通下来了，通通下来了，我们要去 shopping 了，拜拜。有人又肚子饿了，想吃东西，真的是。等一下问妈咪，妈咪说可以就可以，我没意见，我没意见。你要吃凤梨酥哦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凤梨酥。凤梨酥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可爱。我之前很喜欢穿白色的帽 T， 哎，欸，这个蛮……我看一下一件多少钱？没有牌子哎，欸，没有标那个。对，啊有在这里，2780啊，是有价格的。哦，这件11680，它的价格是稍微比较高的。我猜这件这样就要4000吧，如果没有错。哎，欸，反而是这个很划算的，欸，2910。妈，我帮你找到哪一件最划算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件都1680，太贵，对，我看那个外套，这个很划算。这件让你猜多少钱？这件很好看哦。这件很划算，这件可以买，不骗你。2910。哦，对，这件还可以买了。这件很好看哦。我没有带信用卡哦。有。好可爱。这件可以买了，这件还蛮。我觉得深的这件比较好看。这个可以穿很久了。没有，可是这一件的后面我觉得比较。你就买你们俩可以穿。但是后面比较不好。啊，后面有点。对对。也不是，就不容易看出来是史努比啦。后面就有一点。这个比较好，我喜欢这件。这件很棒。可是这件跟你的颜色现在这件有点太像了，对。算了，不勉强。姐姐，其实史努比里面我最喜欢这一只了。是啊。你不要坐在那边啦，真的是。姐姐不要。姐姐，你不要习惯靠着东西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很不好。我觉得这个很像一个龙，你觉得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史努比啊。这边有个教室，应该是小朋友教室。杀！啊，有很认识。阿佑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暴力？真的很无聊。你从现在把你
那两个真的不正常，不正常的两个小孩。好，这个多少？499元。你有看到你喜欢的吗？我看看，我看到我再告诉你。哎，它的东西也不便宜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说是便宜的，是有价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枕头吗？这是包包，这蛮可爱的。它应该有展示出来。对啊。这个蛮有质感的，可是不知道耐不耐用。这个一个480，480。这个多少钱？1280。我的米奇都断掉了。这个看起来很好看，可是摸起来，哦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摸起来就不好，我刚才是摸这个。这个不同一块啊。不同块啦，厚度就不一样了。这是零钱包啊。对，然后这个厚度比较厚。这个可以买一个 Switch 卡片。对。好，你逛一下，看你想买什么啊。我没有带信用卡。爆米花了吗？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你敢背吗？这是给少女背的呢。是啊。你是少妇好不好？少妇。哎呦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，不要这样。很可爱啊。姐。这你女儿背还比较适合，你不要背这个啦。连女儿都不喜欢的，你要考虑清楚。对啊，你背那个。他说太丢脸。不要背那个。丢脸，我真是。我们来逛一下，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东西？这个吃泡面很不错，这个380。那件史努比外套290多，我这件1600多，我是不是觉得好像？哎，这个吃泡面很不错，可是这个 size 我们家太多了，不太，对，不需要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餐具吧，是不是？里面感觉是挂餐，对啊，放餐具啦。里面史努比图案。应该没有，哎、欸，这个有，这只可能有，没有，哎、有啦，这样就值得买。可是餐具用这种收可能不太好，这个会脏，没办法洗。我还没逛完呢、啊。乐高对，有乐高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自己出的乐高，这五分钟就可以装好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要每次都很。五分钟真的就可以装好，这我不想要听你讲。好，这个你五分钟也可以装好吗？不可能。这是拼图吧？拼图。有200片的。拼图。对啊。我们就再逛一下那边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汤匙。这可以伸缩吗？我的那个快递啊。哪个？哪个可以伸缩？这个因为它伸缩了，被小朋友扯掉了。哦，是刚好这个。它伸缩在这里。哦，我不是要那种。啊。是要那个。就是一条线。对对对。这种就没有。因为我的那个坏掉了。哦，你想要找一个。你又坏掉了。啊，就现在变成短，然后我都坏掉了。哎，这个叉子，我觉得最好是这种大的。可是它没有单卖。它这个叉子其实是，有啊，这边有单卖。跟那个叉子看得太小了，怎么了？棒球。你要买棒球？你不是在买棒球手？买棒球破。这好像都是女版的，哎，这件还不错。怎么了？哎，这个感觉可以啊，是软的。是软的哦。问你，你买这个谁可以给你？对啊。走吧走吧，我看一下，有看到喜欢的吗？这是这边煎饼果子，泡茶，泡茶的，泡茶的。妈，这件围裙也蛮好看的。穿这个吗？里面不要穿，会冷。
会冷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现在是8:42。开到10:00啊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回饭店啊。可是我想要逛一下它底下的商店。商店？就是我们还没逛底下的商店啊，就是它不是有个很像便利商店，还有卖一些饮料的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去就会没有什么东西。哦。我们刚去完全面包机了。对啊。哦，还可能这边还比较。史努比造型店。这个卖35算合理。这个有2片35算合理。玉米浓汤口味的，还有米花，就是焦糖。我们原味玉米浓汤。不要玉米浓汤啦，玉米浓汤不正常啊。阿佑，我觉得你们买这个还比较好哎，这个看起来才稍微不雪，这个感觉像鸡蛋糕加奶油。这个你们就不会。这个这边就可以当一个点心啊。我想吃水饺。我想吃。其实你确定你这个你会吃吗？旁边撒一层那个。我想吃花生是不行。你要花生的吗？对啊，姐姐有草莓的，你吃一个草莓的。嗯。不要吃棉花糖啦，吃比较稍微健康一点的。啊，又要吃花生的，你要不要吃草莓的？有草莓口味的，要吗？要吃到吗？定吗？定好了。啊，你刷我的卡。刷布丁。我的灯不小心。爆米花吗？你要什么？爆米花。我的灯不小心打开。还是你要刷？那我也要布丁。好，那你就买，还有两个图案，你就够拿。哎，它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啊，北海道香草戚风。我觉得我们买布丁。等一下吃吗？对，马上就吃掉。好啊，好。布丁啊，我们要两个布丁，两个布丁吗？对。还有热茶、咖啡、热可可什么的。不用，就这样。那你不喜欢蓝色的图案？你想要蓝色？吃进去都一样啊。我都可以，那就是跟老板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蓝色图案，他就会给你。他说那个真的都。想说吃下去都一样，图案不一样，心情不同。那你橘色可以吗？能变。是刷哪一张？皮卡。啊，叫 Apple Pay， 这是皮卡。谢谢皮卡可。没有，那也要买爆米花。哦，吃这个比较好啦，不要吃爆米花。是这个当一个甜点啊，这边有汤匙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有。回房间吃就好了。回房间吃啊。房间没有汤。老板有史努比的卫生纸，那个纸巾。好，我们回房间吃。拿小只的就好。可以啊。刚刚有认到。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拍照。那好像都没有拍照。在哪边？可以啊。没关系啦，你们照，我帮你们照啊，来。你要抬腿很长那个。好，不会，一起啊，一起，我可以帮忙照相，没关系。等一下。要录影吗？你现在是在录影？是录影。拍照就好。对。好，看这里哦。等一下，又快点了，哎呦，很慢哎。来，1、2、3，再一张，1、2、3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跟爸爸照。他其实不想跟我照，我根本没想。没有啊，我说好啊。那你照一张呢？
那就是我。那你要帮我照吗？好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强迫你们。Let's go. Go. 来吃布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有拿汤匙吗？有。还拿粉红色。哦，汤匙要选颜色。我们现在遇到两个粉丝都是员工哎。都是员工。两个粉丝。我们现在你下午啦，你根本就看不到史努比，你也没办法拍照。下午的人多。我们今天下午刚好也是遇到一个粉丝，也是员工。这没有帅，姐姐，我才跟你说不要怎么样，不要习惯靠着。前面一点，然后头抬高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脸有光，没办法，怎么办？这个没办法，他前进一步，后退一步了。对对，这样就不会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光太强了。我最近的手机怪怪，录影都会有格状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？可能这相机的模组，我觉得这相机的模组可能快被我抄坏。我要怎样？快点哦，后面有人哦，后面有人，快点快点。1、2、3。好。你出去，他家就挖奖了。1、2、3。好。好，后面有人啦、啊，赶快走吧。这面墙其实很漂亮啊。妈，我觉得我的 S10 快坏了，因为没有，它现在录影都会格子，这个可能相机的模组被我抄坏了。不是，就是这个可能真的是过度使用，应该没有人的 S10 录的比我久吧？应该没有人，应该真这么常换手机吧？不是，你自己讲的，你讲 S10 应该没有人像我录的时间那么长吧？哎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逛一下，露台。可是这边不能飞空拍，这边附近有。哎，布丁糖要出去吗？这应该是可以，这是塑胶的，对，这是塑胶的。哎，今天月亮蛮漂亮的。我觉得 S10 真的，有可能是相机的模组。那月亮的弯。你们哎呦，你们帮我拿着把柄。好，顺便帮你吃。好，顺便帮你吃。你不要挡住他，你要在这里。好，少女要躺着，那我从后面照好了。等下少女曝光了，她年纪大了以后会那个。少女你很好笑哎，少女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其实蛮冷的啦，蛮冷的。哦，蛮冷的。这间其实蛮，我是觉得可以，喜欢史努比的可以来逛逛，我觉得还蛮，就不是做的很粗糙，算是有些东西还蛮用心的，我自己感觉。脚不要翘这样，你是佛像。来干嘛啦？哇，转过来。你要把地板敲坏、欸。你这个到底在做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后面有个路人，哎、欸。我在，我要。那我会拍到啦。我原本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他的布丁。等一下，你那个相机借过一下。哎、欸，爸、欸，不要吃你的布丁哦。嗯、少女那么胖，吃点布丁对。2、3，等我往上看。等一下布丁。哎、欸，你不能吃。布丁还可以啦。布丁还可以。我帮你鉴定过了，这布丁没有问题。我刚才吃过，你又鉴定。我帮你鉴定过了。连你的衣服上面有东西，你不要厕所洗掉，不要弄它去捏掉。换我。你也要拍照？你不需要啦。拍一张不一样的。
你看你可不可以倒立啊？帮你抛，你倒立这样子，就是手在底下，头屁股在上面那样，头在底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倒立。不用啊，你不用这样，你就正常就好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好冷哦。快点啊！啊，很冷。悠悠在，阿悠在拍照。好。OK。好了，走吧。这边不错，有个露台，这个露台很适合拍任何的照片。对，这边露台白天应该也是很漂亮。哎，便当没记炸，我们刚才晚餐没吃完的，有外带一个便当。结婚照很适合在那边。哎，我发现他炒饭一盒装不下，帮我装两个，对不对？他一看这样就照顾。对，分量真的很大。我这晚上肚子饿还可以吃。不错了啦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吧。房间在这里。这边还有个连通口，就可以直接通往。好，打开。哦，如果你是饭店的住客，就不太需要，不太需要等。其实这样不错啦，如果你如果排得真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过一阵子应该就不会排那么长，逢年过节还是很长，可是再过一阵子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么长，刚开嘛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录到这边了。我们要回房间了。好，跟各位讲，他的商务中心其实看起来不错。嗯。打个电脑很舒服啦，这颜色，稍微看一下好了。可以来这边画画。可以来这边画画，你们不要边走边吃好，光你们就干脆坐着把它吃完啊。不想吃了，那就把它盖起来。那你问阿佑要不要？那底下都是糖，我不要。给你啊。你自己买的，你要练习把它吃完，不要每次都这样。哎，这边好像还可以出去哎。然后这个门很紧，锁住了。哎，我是推的啦。哎，真的可以出去哎。哦，这边是可以出来，这边是可以看到球的嘛？看一下。我的镜头真的怪怪，一直在震动。我们刚才就是从那最上面一直往下逛，然后再这样子。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镜头刚刚又震了一下？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在 IG 我，或者在跟西恩灿讲说我应该要换新手机的也是可以。这个很挑高哎，非常挑高。玩电脑。玩电脑。好啦，我们就录到这边咯。拜拜。